怎么还不回来？不知道有没有进，这次一定要幸运爆棚。哎，小主播，别在这瞎晃悠，至于的吗？你看我，我也是家属，我紧张了吗？是不是？哎呦，我跟你说，现在别给我打电话，听见没有？嗯，杜总，你是不紧张？姐，你放心吧，姐夫现在状态很好，而且是计分制，问题真不大。对，我不紧张，景琛一定可以的。 是不是他们呀？哎，是他们。哎，是吧？他们终于来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他们情绪怎么那么低落啊？完了，是不是落选了？啊，不应该吧？到底什么消息？这没关系，沈清源，明年再接再厉。明年没有奥运会。你看，我连安慰人都不会。但是呢。 我这个人不喜欢等待，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你，你们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小沈被选上了，你们怎么都这表情啊？选上了，选上了！我还以为你没有选上呢。我没说我落选，你自己怎么认为？哎，小慈，小慈呢？嗨，没关系，以后还有机会，小慈。对对对，鼓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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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鼓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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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鼓
态度。谁说要答应你了？现在可不能不答应了，改错了。这么多人呢。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唐鑫，我们一步一步来。那这一步是？是我梦想中的一步，也是我早就该踏出的那一步。以前，你说是你先喜欢上我的，但是我表示怀疑。现在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，是我先喜欢你的。作业写了吗？没写。你写了吗？我写了。我没写。你自己写吗？那道题你们都不会。好看吗？好不好看？好不好看？好看。太贵了，买不起。贵呀，太贵了。唐鑫，你这么喜欢啊？让时间留住美好，让美好环绕生活。上课了，上课了啊！大家回座位。老先生，想买表吗？我想找一块银色的带花纹的怀表。先生，您看这两款您喜欢哪一个呢？这个。好。
好。您看的这块是我们店里的限量款怀表，所以价格会有点高哦。您是拿来送人的吧？其实如果您真心喜欢它，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购买它。啊，我们店里正在招兼职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好。沈清源。啊，这是店长让我转交给你的。预付款呢，已经从你的工资里扣掉了，剩下的尾款就当做你这段时间的奖金，也一并扣除了。现在这款怀表是你的了。谢谢。被你喜欢的女孩子一定很幸福，祝福你们。你说的额外惊喜就是带我放烟花吗？你猜。这块怀表我一直都没想明白，为什么一直在我身边。直到恢复记忆那天，我才知道，这是当年我给你准备的告白礼物。现在它应该物归原主了。偶尔自说自话，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。你说过，等我拿到奥运门票，我们的关系就会更进一步。对无心的人来说，永远都找不到本可以解开难题的正确答案。唐鑫，之前我觉得你太刺眼了，离你越近对我的干扰就越大，可后来我发现你就像海上的灯塔，给我指引了方向。你让我找到了人生的意义，也让我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。我想告诉你，不管几年前、几年后，还是几十年后，我依然爱你。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